家好，就说一下把最难放下的摆在首先啊，情职啊，财富、地位、荣耀，你看哪一个你最难割舍，你就从哪个开始放下。对我来说最难放下的是睡觉，就是在我又困又饿的时候我宁愿睡觉，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无所谓，只要给我觉睡。有的时候我就会贪睡，因为我觉得睡觉有的时候简直治愈我一切。比如说上一集我说上上一集我说我要忍住看视频嘛，其实有的时候我忍住不看视频的，就是忍住不看视频的方法就是睡觉，就是我宁可睡觉，只要让我睡觉就够了，我可以不干别的了。所以睡觉对我来说很难放下。所以呢，我从这里开始下手，就放下很多了。我有个闹铃是早上6点钟的，所以我是从睡觉开始下手，加油。